讲悄悄学习障碍问题，无讲真严重，有进步的空间，安尼咱就当放心嘛。悄悄掉了。等一下，这里。悄悄。这只小水话，你出来去别个所在耍，莫牵拖阮子孙呐。小乔，你这个动作，那伊可是真一模一样啊！我前一段婚姻过到遐尼啊痛苦，日子过了遐尼啊慢，拢是因为你这个小查某害啦。你在享受荣华富贵的时阵，我乃唔捌听你讲过一句你敢求阮妈话，这冤枉啦！是阮妈甲陈忠贤的，轮袂到你踮伫遮叽叽嘟嘟啦。那咧，咱就无应该找陈昌盛好耍，应该离伊愈远愈好，较免甲咱家己添麻烦。小玉，我让妈妈无法度对你坦白所有的真相。他不是我一定出格，我爱你想办法去补救伊。你心肝哪会这么毒啊？你无做，你就做甲今日如此。等下你就离开公司。我即卖已经无工课通做，我啥物拢无，我嘛无差啦。我就托你做坏事，放手了，你放下，放手。我的身份较特殊，用现金嘛，较免叫人误会。糟蹋人，多好就好，那无歹看的，全都是你家己啊。这个共生权，你甲这位臭味相投的朋友斗搞恁，该不猜下去啊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是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。生日快乐！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